各位维新圣教法师讲师，深圳人人同修及护坛贤士法公，和会众等，阿弥陀佛。时间过得很快，今天。我们叩谢万国上帝呀、阿拉大神，护佑台湾的平安。大法会已经进入第十坛了。昨天第九坛就凸显出大地春回，充满着生机和喜乐，所以昨天傍晚开始，台湾的天气啊普降甘霖啊，这也在示现着万国上帝阿拉及风水雷电大神天尊也已经都一一的光降台湾净土了，所以就让我们来领受感受到上帝阿拉还有天公老祖诸佛菩萨的大爱和慈悲。昨天大地春回啊，这个卦象就是地泽林，虽然地面还没有水泛滥，但是已经啊充满着喜乐，人神都一样感受到喜乐，所以这个是我们修行的禅机密。在这一堂的法会，由维新的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中禅师带领所有法师啊，在千手禅堂每天恭送五部经宝，维新圣教的经宝来供养万国上帝阿拉神灯，他们的护佑加持台湾平安，我们就以此来回向来感恩。今天已经第十坛了，十坛接下来的一坛一坛的接近圆满，啊，一坛一坛的啊供养法宝斋串香花果串万盏灯火啊，来感恩万国上帝阿拉啊加持。我们需要啊外援的加持，但是自己一定要光辉起来，所以这是我们努力的做
也已经做到了。所以在昨天啊，晚上10:24，在台湾东北角太极天的皇位依然啊，外海发生了天惊地动的地震，这也在启示着大地春回了。在国外啊，也一样，尤其在昨天纽西兰的国家发生了3次的7级以上的大地震，这个启示的什么呢？启示的地球人类冥阳两界的交感相互辉映，所以我们默默的做，不求世人对我们有什么赞叹，也不希望世人啊这个无知私心来造成各种的啊毁谤，相互伤害的心。所以我们只有默默的修，默默的行啊，这个才是修行的真实意。修人所不能修，行人所不能行的啊，这才是真实的修行。以及啊，我们在这里默默的修啊，以身口意供养，将唯心圣教33经啊，依照宗教修行法仪，由圆宗禅师带领的换拜法师身回供养啊，慧心慧灵，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基本理念。所以各位同修，我们已经进入10坛了，在9坛就圆满了啊，希望我们的努力默默的行，万国上帝阿拉啊的诸大神也会应我们所求，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世界真和平啊！啊，这才是我们的本愿。祝福各位，阿弥陀佛。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台湾是一条华海行舟，很孤独的在太平洋、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啊之间乘风破浪，无量劫来都在这里
孤独的奋斗。到了几百年来，我们都是从中国大陆移居到台湾来，但是孤舟永远是孤舟，都缺少了汪洋中同样的亲朋好友，而自己孤独的航行苦海，而且再者，有史以来台湾在这里光降投胎转世的诸天圣神、活菩萨，还有诸位大神投胎转世转化为人，在这个孤海苦海中修行，一面为生活，一面为了生命的安全保障，所以几千年来台湾这条法船上面不知道载过多少的酸甜苦辣涩，和载过多少的成就的诸天圣神、活菩萨的化身，化身啊，这个都是道，实现在台湾这一块净土上。在台湾这一块净土，虽然是很苦无依无靠，但是我们在台湾的人民仰仗的天威，构筑的天威，来护佑着、护念着台湾人民的平安，我们特地的感恩。今日今时，已是21世纪的辛丑年，在去年庚子年的一场风浪打击之下，台湾的人民终于站起来了，仍然屹立不摇的接受考验，我们都被考验过了。因为这么多的考验，我们经得起考验，而且在考验中我们不失，没有失去爱上帝、阿拉、玉皇大帝、诸佛菩萨的心，就是慈悲和喜舍，所以终于走过了岁月苦海一年，但是台湾呢，承蒙玉皇大帝、王禅老祖、诸佛菩萨，还有上帝阿拉的厚爱，给台湾人民一个安身立命的保障方式，就是以宗教的修行素养来认知人生，和来保护众生的平安。所以宗教的修行是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
我们维新圣教由维新圣教幻变学院云中院长禅师带着各位法师同修代表还一起在千罗禅堂每天出广长舌相不厌其烦的公众教文经宝归古先师天德经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金刚经阿弥陀经和普文品而且供养斋串尤其每天的万盏灯火照着台湾让台湾光明了啊，世界才能达到和平这是我们维新圣教我们努力的尊天华子的方向时至今日啊，已经第十一坛了十一坛来像在过独木桥战战兢兢冲破大海的风浪冲破风吹雨打的打击终于走到平安的彼岸我们也感恩万国上帝阿拉啊，护佑着台湾人民能够有如过独木桥虽然很孤单但是要有坚强的意志力和耐心和眼明终于我们到了净土的那个彼岸所以王禅老祖的大悲愿祝福我们大家平安王禅老祖的大悲愿恭请了万国上帝阿拉诸大神啊，与玉皇大帝啊，共同来护佑着台湾的平安。台湾平安了，世界才能和平。所以今天我们第十一坛了，我们仍然本着出发心啊，一起来啊，大家。生活与供养祈愿龙天护法保护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一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啊，在此向万国上帝阿拉表明我们的心意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各位维新圣教所有法师讲师显示同修代表阿弥陀佛啊，今日今时我们叩谢万国上帝阿拉诸天圣神大佛菩萨护佑台湾法会法仪已经
进入第十二坛了。十二坛我们承蒙上帝的阿拉以及玉皇大帝诸佛菩萨的天威赐福和加持，台湾还算很平安的走过台湾和澎湖之间黑水沟，这条法船载着道，载着三界万灵，载着中华三族儿女无量数的列祖列宗诸圣灵，也载着从蓝天而降下来的诸天圣神菩萨，一行迈向极乐净土的彼岸，迈向天国的彼岸。这个是我们每个人所期盼的。那我们自从元月十三日尊天华子来升坛来做护国息灾解冤释结，以及叩谢万国上帝阿拉诸大神光降台湾这块净土，共守台湾的平安我们非常的感恩我们台湾人民是世界上优秀民族，台湾人民一直在修忍辱，所以千年来几千年来台湾在国际上地球上不被看好，当然也不受尊重和爱护这很可惜的。上帝已经发现到台湾人民的纯真大爱，也都在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们的大爱不分你我，地球只有一个人来地球投胎转世，有不同的肤色和生活习惯，所见所闻的领域各有不同，所以难免人与人之间就会有一些意见不合，而相互的攻击这个是人类愚痴糊涂。所以我们今天升坛在禅机山仙佛寺千佛禅堂，香花钱香花银斋串供养，万家灯火供养由维新圣教幻变学院院长圆中禅师带领法师，每天以诚心和粗犷长舌相
啊，在转述黄山老祖所传的维新圣教三十三经。我们所期望的将这三十三经的功德化为无量光、无量的真气，来供养万国上帝阿拉、大神、中神、小神、六道群灵，都能够心开意解、顿悟无生法忍的法喜境界。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的所有贤士同修的理念都是一致的，希望也一致的，结果也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祈愿龙天护法保护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起两岸真和平，啊，以世界的万国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这是我们的努力，我们的方向是不变的，大公无私的祈祷，我希望能够如愿。所以今天已经第十二坛了，啊，还要度过七天，啊，七天跨越七情六欲，啊，能够跨越来世间走这一趟，无论哪一个国家的人民，天上界的大神，啊，都能够印心，能够觉明，啊，这是一个殊胜的弘法大法会。我们祝福各位护坛的各位法师，甚至人人同学们身心健康，啊，家庭平安，事业顺利，福慧增长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各位维新圣教法师讲师及所有神人人的同修代表，阿弥陀佛。时间也很快的过去，一天一天的，天上人间来来往往，尤其我们维新圣教辛丑年，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原则之下，我们从元月十三日开始升坛。升坛以来，啊，各位维新圣教的贤士同修、法师讲师、神职人员、护坛人员，都很辛苦。今天已经是
第十五坛哦，这一坛的法会在阳历的3月16日，水火既济之日，世界两大宗教领袖，天主教的教廷和伊拉克穆斯林的教廷领袖，两位终于破冰之旅打开百年来的对立。这百年来因为宗教的冲突造成很多不必要的人间浩劫，也影响了天上界上帝阿拉还有诸位大神的莫苦奈何。所以在百年来啊，这个破冰之旅从来没有哪一位宗教领袖愿意以亲和的行动和思想两个教派的领袖有所交流。到了辛丑年阳历的3月6号，正是水火既济的大好时光之日，终于天主教教廷和伊拉克啊穆斯林的教廷两位领导者坐下来了啊，在交谈交心。这个行为行动应了释迦牟尼佛他所开示的受不欲空，空不欲受，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已经很明显的示现在世间。终于我们在这一生这一世的当下而来看到了体验到了。虽然本为新圣教是世界新宗教，在王禅老祖的大慈大悲心法上示现了人在世间上的无明，终于在中国世界新经宗教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的努力之下，终于露出了曙光。这是很难得的，所以各位同修，你们的努力
上帝、阿拉、玉皇大帝、诸天圣神都感应到了。我们唯愿好的开始，迎接着未来的好的果。鬼谷先师传妙法利人天，所以今天已经升坛第十五坛了。我们第九坛就开始有这个相辉映。我们除了感恩玉皇大帝、王禅老祖、上帝、阿拉、诸大圣神的大爱、慈悲、悯示，终于我们在这段时间享受到神爱世人的真谛。希望各位同修，我们还有几天的时间，3月19日是圆满日，还有4天的时间，希望各位同修诚心诚意，有始有终，在维新圣教幻变学院严宗院长及法师及各分寺道场住持法师的用心之下，我们能够大大的圆满。这个即是维新圣教最大的功德本。回顾民国71年壬戌年，我一场大病，观世音菩萨、瑶池金母要我发大愿，好好修行。在非常危急的时候，从我内心里面所发出的愿力，天下太平，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这个本愿原来是早已经代表了人类共同的心声。尤其台湾所有三族儿女共同的心声，天下太平，世界和平，以为本愿啊。今天终于露出了曙光，这个光明我们一定要永永远远的诚心诚意来恭迎上帝、阿拉、玉皇大帝、王禅老祖、诸佛菩萨的大爱，我们愿以此功德来回向给所有台湾2300万人民以及世界24亿人民共同来享受神爱世人、共同来享受天下太平的成果，是这么的美，这么的庄严。我代表20亿人民向维新圣教所有的法师
前世同修至上诚心的谢意，祝福各位，阿弥陀佛。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